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。那今天的节目其实对一般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明天开始就会出现所谓的关键性的一个转折。那转折不是说每天都有，这个就是一个 timing， 抓对转折，这个财富啊，你会大大的增加，抓对转折，你未来就会一帆风顺。但是严老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话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所谓的转折分作三个部分。第一个，严老师在之前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所谓的破底，就大盘不断的修正2200点以后，那今天出现所谓的止跌的一个讯号，刚刚好这个跌破了季线，这个叫做破底。第二个步骤叫做穿头，明天如果说这个台股大涨，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了，就是说会开始涨了，会开始补量上攻了。那投资人啊，不用活在这个所谓的非常担心害怕的一种状态啊，因为已经跌完了，这个叫做破底以后的穿头哈。那明天开始就可以验证了哈。那未来的话会进入到什么？超跌以后的喷出段。这个就是严老师在我们现在的节目呢，七月份到八月份我们要告诉大家大盘的一个趋势啊。当然我们今天也有准备传真稿，那传真稿的部分呢分作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也就是一样会跟大家谈到大盘未来的一个趋势走向，破底穿头，那超跌之后会大涨的一个所谓的喷出段啊，我们就直接帮大家从所谓的破底穿头带到所谓的喷出段，要注意到哪些股票。好，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第三季到第四季啊，包含这个 AI 也好，这个所谓的零组件，包含今天大涨的航运类股，到底哪一些股票未来最有机会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份传真稿里面，那我们帮大家准备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股票啦，我希望这个股票在今天的话你一定要进来拿。怎么样来拿？很简单嘛，你可能之前就有扫描 QR code 了，对不对？你直接在 LINE 里面就可以看得到，就可以直接拿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来扫描我们的 QR code 也没有跟我们做任何的联络的话，那今天的话，这个机会上面，包含这个扫描 QR code 也好，这个来电来索取的话，我认为今天的话很重要，今天很重要。但这份传真稿是不用钱啊。严老师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我就必须要告诉你，现在就是关键性转折。为什么今天是转折我带大家来看证据来，今天的一个盘势盘中大跌了多少？330点。尾盘大涨了多少？100点。这个地方总共价差今天所看到的超过了440点。为什么今天的证据上面比较确凿？我们先讲今天就好了。今天早上一开盘，9:05到9:15，这个成交量有328亿，328亿啊，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停损量。老师，你为什么确定是停损量？因为昨天的融资它减少63亿，今天早盘一开下来，99%高着告，这是所谓的停损量。好。那这个大盘从所谓的高档区往下修正，这个对不对？融资减少了200亿啊。我们就拿最近这五个交易日而言的话，这五个交易日融资总共减少了多少？超过了140亿啊！这几天就140亿啊。好，我们在严老师著作里面跟大家谈过，融资开始大幅减少，上档的压力就解除了。好，那这个跳空缺口目前为止还没有封闭哦，还没有完全封闭，大概还有100点还没有封闭哦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破底之后，这个礼拜会进行所谓的穿头，穿头以后未来会直接喷出去。好，所以说我不管在节目里面，我就直接告诉大家
这个地方其实你不要用融资来操作。我相信你长期收看老师节目的哈，不管你是看一个月、两个月，还是说你持续的观察严老师的节目，啊，这几年来我一直跟大家讲，你不要用融资来操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用融资来操作哈，你很够去走弄美牙啦。不要说你用融资来操作啊，哦 ，impossible， 不可能的代志啦。我们的散户没有那么厉害啦。好，我再举一档股票。好，今天这档股票连续四根跌停板。好，可能你有想法 ，OK， 你有想法。好，那这档股票如果说你今天停损了，那未来涨上去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啊，一定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啊。那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停损？你有看过一档股票往下跳空，再跳空，再跳水？好，跳第一根的时候成交量没有出来哦，量缩，代表还没有人卖哦。跳第二根的时候成交量也没有出来哦，跳第三根的时候也没有出来哦，今天跳到第四根了。那为什么第四根底部出现爆大量？这个叫做停损量，很多的人买在这边啊，今天全数停损了哈。明天这档股票会呈现报复性的大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跌最多，它跌最深，它跌最快，投资人全部停损了以后，它就开始涨了。我这样子讲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，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，不要紧，啊，这3443啊，我们明天来验证，知道不？明天来验证一下哈。6869的叫什么？来，云豹能源，高档你没有卖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，今天好险，对不对？跌停板打开了，哦，对不对？这个股票停损了之后，一样啦，股票都会大涨，股票都会大涨啊，包含这个神盾在内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震荡洗盘呐，很标准呐。3189的锦硕也是一样啊。今天打跌停板啊，有没有？但是跌停板为什么要打开？因为有人去接了这个筹码，哦，一档好的股票啊，在拉回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大家最好上车的一个机会啊，哦，所以说大家面临到现在大盘修正已经结束了，哦，已经结束了，那明天就开始来验证啊，哦，会不会大涨啊，哦？欢迎大家持续收看我们的稳操胜券节目。那严老师持续的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验证，啊，不用钱啦，你看节目就好。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到底会不会大涨，啊，未来会不会破底穿头，未来会不会持续的喷出去？我相信你持续在看节目，绝对不是看一天，也不是看两天啦，你持续在看，你真的可以持续的来验证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看到这边哈，报章杂志告诉你啊，台股现在叫弱势反弹，啊，季线还没有站上。明天可能就告诉你啊，台股目前为止低档有支撑啊，啊，这个弱势反弹就没有咯，啊，可能你会面临到明天的报章杂志跟你讲哦，啊，有利多消息啊，现在台股开始对不对啊，上涨了啊，回升了啊，季线守住了，今天弱势明天就会大涨，这就代表说你对于这个大盘的走势啊，对，经验非常好啊，具有很大的一个经验值，你的判断力也是正确的话，你就会好去准备走下一步的行情。好，基本面消息告诉你什么？景气大喷发了。目前为止公布六月份的啊，它亮红灯啊，非常火啊，非常热啊。第一个，传产出口跟所谓的半导体嘛，我们都知道什么？台积电嘛，埃米制程啊，对不对？还要拼一下吗？还有所谓的 A16。强棒出击，是不是美国还要再导入嘛？这就台湾目前为止最大最大的一个啊产业链，最大最大的一个啊，我们去赚这个美金啊，最好的一家公司啊。但是并不表示台积电未来怎么样，它会大涨，因为基本面的消息跟筹码面完全是两回事啊，完全是两回事，你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啊。有人喜欢去看基本面，真好啊！你要研究一下啊，啊，你研究就有法度赚大钱不？无法度啦，哦，这个叫消息面，懂不懂？股票会不会涨哦？有时候是跟技术面有关的，啊，跟消息面是没有关系的哈，哦。来看一下哈，哦，来这个哈，哦，
现在大家都预期啊，这个九月份要降息啊，还把这个码数讲出来，降两成，降对不对？降两码，降两码啊、哦！我认为这个消息啊，啊是 OK 啦，啊，这台湾全球的股市也会反应啊，啊，但是还是要看大家哦，有时候对于这个盘势啊，他认不认同了哈、哦？其实我在节目也一直告诉大家，危机就是转机啊。明天你应该有机会验证，啊，验证这边哦，你不要再看这边哦，眼睛看到这边来，啊、哦，明天就可以验证。下跌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？啊，超跌大利润，未来你可以看到大利润。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啊，你敢做吗？啊，你现在不敢做。也许你明天就敢做了啊、哦！那我现在来讲一下哈，我们的导播准备一下哈，明天买什么股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会准备一份这个传真稿啊、哦，这是昨天的传真稿啦，昨天的啦哈，7月29号嘛，哎，有没有？昨天是不是亮灯涨停板？有啦哈，无啦哈，有啦哈，好，注意的哦。我们今天一样哦，我的侧标写得很清楚哦，你只要来电，你就可以免费索取我们今天最新最新的传真稿。你拿到以后，请记得，啊、哦，有一档股票，对不对？亮灯涨停板，有一档股票八开头的，八结尾的，今天快要拉到涨停板，还有一档股票，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要再讲了，这档股票了，来这个了。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嘛，对吧？还没有涨完哦，还没有涨完哦。精彩，我们传真稿里面有详细的介绍。8028，来，这次叫升阳半导体，我们传真稿里面也有详细的一个介绍。好，8440的绿电，今天为什么会拉得那么直？我们传真稿都写得非常详细。啊，如果说你要看这三档股票，还有其他未来会大涨的股票啊、哦！等一下传真稿我们会送给你啊、哦！我们希望说每一个人呐、啊，今天看到我们运通财经台啊、哦，都能够来索取，索取了之后，对不对？你会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嘛？啊、哦，我们的助理啊会很热心的协助你，从明天开始帮助大家反败为胜啊、哦，就那么简单啊！哦来，先看到这档股票叫升阳半导体。你在这边看到的时候，你是认为说这也 key 呗 ？key 起来以后，你讲哇阿白富啊，即摆落来啊，够好你买啊，你就惊嘛，这惊啊，你知无？7月19号，我就先跟你讲，你先卖一趟就赚钱了。那、啊、今天呢？哇，老师今天好强啊，是很强啊。我希望你赚得到钱，我希望你赚得到钱，啊，我们会员之前操作过的哈，之前操作过的，我先讲哦，第二次操作我就不公布了哈，潜伏底站在买方，创新高先卖一趟，拉回早买点，今天有没有再度的亮灯涨停板？还没有涨完呢，我先讲哦，这样股票还没有涨完哦，对不对？还没有涨完的股票，我们会持续的帮大家追踪啊，今天涨停板锁了37000张啊。37000张啊，带量上攻啊！你看他修正的时候还是一样，没有人敢买啊，跟严老师之前画给你的是一样啊。做一次修正，对不对？你不买就直接上去了。这边做第二次的修正，第二次的修正你不买，今天一样亮灯涨停板，而且锁了37000张。好，这个股票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它？啊，老师是不是基本面好？对，基本面非常好。来看一下，讲证据哈。去年全年大概赚5块了哈，今年第一季就赚了1.2块。那、啊、老师这个数字差不多，你搞错喽。那你去看他第二季啊、哦，光5月份、6月份，啊、哦，单月的营收成长性，看到了哈、哦。今年下半年哦，做设备类的，啊、哦，因为台积电怎么样，资本支出庞大嘛。那你说这个做设备类的，他不会受惠吗？他会啊。他明天如果再涨的话，他就再创波段新高了。这张股票我之前跟大家谈的时候是7月11号，有没有？
7月11号的时候，这个简讯的内容是发给我们的特别会员的，在这一天就赚了30%以上。啊，我们也有把简讯啊跟大家公布，有没有？7月11号，趋势向上，啊，亮灯涨停板，要卖，严老师会通知。啊，后面的话我们就保密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大盘一直在跌嘛，对不对？谁敢买啊？谁敢买？你续报就好了，你不用买。你阿里山意思不？有人说老师，我不敢买，你不用买嘛。这种股票你抱得住你就赢了，知道不？还没有涨完哦，还没有涨完哦。那你看节目的哦，老师还是要郑重的跟大家讲，本节目仅供参考了哦。你不是每一次看到人家的股票，你都有了不好的想法啊。不过我来买一支啊，买哦，不要买哦。我们完全按照这个金管会的指令哦，我们不会跟你劝诱，我们也不会跟你讲说这个股票未来会怎么样。我们认为这个股票还没有涨完，好不好？那会员就按照我们的简讯来操作，我相信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哦，应该是可以的哈。来哈，这个股票也很久没有讲了哈，叫绿电，对不对？我上次讲完之后的话，它拉回修正嘛，对不对？就没有人讲。那今天为什么又上去了？你去看一下今天哦，涨停板的股票哦，一共是27家啦，几乎都是中小型股为主啊。这个股票就是属于一个中小型的一个代表嘛。有人说它是什么民进党的什么啊指标股啊？我认为不是啦，哦，我说不是就不是啦。投资人认同的股票才会飙嘛，投资人认同的股票才会涨嘛。有没有送给你？我送给你的时候是7月2号。股价在低档区，不是在高档区啊！你只要拿到资料，你敢出手，敢出手，你就可以赚到了，对不对？7月23号，老师啊，你高低啊呢？哦，这个投资人打电话进来，老师啊，哦，这个画不下了啊，画不下没关系啦，我们的助理很强啊，啊，我们助理画了一个这个啦，这啦，啊，老师，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一支。动十支啦，以一当十啦，以一当十哦，这个玩古董的人应该都知道了哦，那个钱币里面对不对？哦，万一这个国家对不对，钞票印的来不及了哈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就会发明一个铜币啊，以一当十哦，这个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，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有了，哦，这边画不下了，画不下了哦，以一当十哈。那今天我们会推出绿电的接班人，绿电的接班人，啊，这档股票今天绿电最强嘛，一定涨起呀。谁要来接他的班？我们今天呐，在传真稿里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啊。操作讲证据，7月3号的绿电，7月19号的绿电，7月22号的绿电，7月23号的绿电，后面就直接保密，保密啊。今天的绿电。来，你看到啊？啊，他的接班人是谁？我们今天的话会在传真稿里面。好，今天就是说你要跟我们联络的话，有两个管道，第一个是打电话，第二个，啊，你可以索取我们的传真稿。好，就这么简单哈。我先声明一下哈，台股目前为止破底，严老师验证了，明天开始穿头，我们持续验证，未来会不会喷出？请持续的收看我们的稳操胜券节目。今天最重要的哈，私房的标股，来，我们今天有开放一档股票，啊，绿电的接班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预约，你就直接拨打电话进来，是不是？精彩的部分，来，按照简讯操作，按照简讯操作。绿电的接班人是谁？今天等一下电话拨通，扫描 QR code， 我们都会协助大家一起来进场布局哈。那今天的话还有一个好礼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的传真稿，来，我们的传真稿，好，这是之前的哈，昨天的啦哈。好，传真稿的内容包含这个台股大盘走势、产业的一个消息，还有一些个股、总体经济。好，我们用最新的传真稿啊来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踊跃来索取哈。来，今天最重要的哈，绿电的接班人，绿电第二，明天准备进场哈，直接报名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了哈。严老师最大诚意，单股168，做完一档再一档，好，做完一档再一档，全部的股票都是低档布局。今天的话，电话号，对不对？
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，这个很重要哈。今天只有168，好，严老师明天带你操作绿电的接班人，好，电话一定要拨通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，电话很多哈，那你就耐心的去拨打哈。我们的传真稿啊，没有所谓的名额的一个限制的哈，那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哈，这个大盘的趋势转折在什么地方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未来会涨的股票。好，我们就是事先的让大家参考起来哈。那长期好，这个好，追踪严老师的节目啊，这个破底穿头，好，未来会大涨。好，我们就是持续的来验证哈，这一档股票叫成泰哈，你要会做你才会赚钱，你没有买底部，你没有买拉回，你没有去做出一个拉回去做买进的动作，我跟你讲你不会赢的。很多人操作股票对不对，如果太急的话你根本赚不到钱，那你不买底部你怎么会赚得到钱嘛，对不对，你要买低一点嘛，这四基啊，这五基啊，对不对，这拜五的六基啊，对不对，这个是持续大涨的七只嘛。那今天是不是打跌停板，没错吧，对不对，你追的人绝对赚不到钱啊。如果说我们是赚钱的你是赔钱的话，那很可惜啊。操作一定要讲证据啊。7月8号成泰的简讯嘛。7月23号的简讯。7月26号的简讯。啊，这是昨天的简讯。来看清楚哦。啊，周一愉快。啊，纪律操作，什么叫做纪律操作？要卖，我们绝对会通知会员呐、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哦，告诉你啊，啊，本节目仅供参考哦，我们是纪律操作哦，是不是？精彩科我的看法还没涨完，还没有涨完，啊，但是你可以先做一次价差操作，啊，老师今天蓝天又在涨啦，啊，那你有没有拉回早买点吗？之前很强啊，现在拉回让你买。你敢不敢买啊？敢会提一只，知影无？敢会提一只啦，啊、哦！7月17号的简讯有没有看到了啊？啊、哦，有机会挑战前高，持股续报，纪律操作，哦，我的简讯都非常清楚了啊、哦！明天就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，明天一定要买股票，不只要买，而且要大买哈、哦！
找不到股票的来找严老师传真稿里面的股票，我们的助理会全力的协助你哈。来，精彩的部分啊，有买有卖，知道不？啊，绿电，这咋鸡呀啦？他的接班人是谁？我今天开放20条专线，你想要知道绿电的接班人，想要跟上严老师的脚步的话，今天我直接打电话，请你直接打电话来预约。这支的接班人，绿电的接班人是谁？电话拨通，留下姓名、联络方式，我们会请我们的助理一一通知。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，请加入好友，重要的讯息都在里面哈。严老师最大诚意，单股168，做完一档再一档哈。今天的传真稿很重要，很重要，重要的股票都在里面，直接拨打电话，扫描 QR Code， 先拿到再说。好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金秀贤，李美芬了，好很多。哦，速速，董事长，我是你老婆。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心理冲动，会抢。宝利达蛮牛，金包银，空流水。轮明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。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助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。